呦，我的儿啊，妈可想死你了。妈对不住你啊，妈被鬼迷了心窍才做下那缺德事儿啊。老天爷呀，你打雷劈死我吧。儿呀，妈也是不得已呀，都是为了寻找你哥的下落才可怜我那儿子哟，年纪小小就不见了哟。哎，这都是做了啥孽哟。妈啊，好啊，爸对不起你呀、啊、爸给你跪下了，求你原谅你老子娘吧，看在咱们生你养你的份上啊，你老子我不是人呐、啊、做出这种混蛋事儿啊，借了高利贷就跑了，爸好还债呀，我的儿受了多少苦啊。放手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他们会这样。你没事吧？张先生，我会按照您的吩咐做任何您想让我做的事情，所以可不可以放走我的家人？另外我还有两个条件，希望您能答应，谢谢。你说，请毁掉那盘录像带，请让我继续在神农家工作。哼，如果我同意你开出的条件，你就愿意心甘情愿地上我的床了，不会自寻短见？很好，我期待你的表现。既然你想扮演悲剧主角，我就陪你。既然你不领我的情，我又何必用自己的热脸再去贴你的冷屁股？反正老子准备花上一辈子的时间跟你慢慢好，看你能冷上几年。先把你在床上调教好再说。我还以为你失踪了呢，原来是小把你藏起来了。谢谢，这是之前的。怎么样，问题都解决了？谢，没有利息。那没什么，有事的话再和我说，不过以后怕是很难了。我去工作。是你啊，原来是你，薪水太多还有余裕借给别人啊。唐家，你怕？手给我，我现在跟你说的话你一定要记清楚了，记不清楚也没有关系，我会一次再一次地说给你听。我喜欢你，非常喜欢，从来没有像喜欢你一样喜欢过别人。但是等我认识到喜欢上你以后，已经做下了很多让你恨我的事情，我很后悔，从来没有这样后悔过。被你依赖信任的那段日子，是我目前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期。你不知道那时候我每天有多开心。我想跟你说对不起，可是你却不理我，不跟我说一句话，
哪怕是一个发音，我好伤心，真的好伤心。我知道现在让你强行和我在一起，你只会对我更反感，可是除了这样做，我不知道该怎样才能留住你。我不要你离我而去，不要你不理我。好好，给我弥补的机会好吗？我发誓一定会好好待你的，我会对你比世上任何一个人对你还要好，比你哥哥对你还要好上千倍万倍一倍。答应我留在我身边好吗？好。好好，天气越来越冷，走路过来很辛苦吧？今天风又特别大，脚动不动？我看你还不如干脆就让小来送你上班算了，反正他早就想这么做了。还好，幸亏店里空调设备完善，否则这衣服还真脱不下来。真是的，今天怎么这么冷？哇，身上横气好重。小是不是每天都在做啊？冬冷夏热。确实啊，冬天越冷夏天也就越热，今年的夏天不会超过40度吧？我属猫的，超级怕热。原来你在这儿呢，他们说刚买的哈密瓜很甜，我拿给你尝尝。切好了的。哎，其实我刚才吃了一块，真挺好吃的，尝尝。嗯，好吃吗？再吃一块。嗯，甜吗？这还有。哇，小便深了之后真可怕。你好，这里是神农架酒吧。哦，小辉啊，是我。好好还在忙吗？我倒是谁，开口就是好好。事情忙得怎么样了？今天过来吗？基本都已经确定，我已经把这件事交给欣然处理，以后他会经常往店里跑，你记着给他一些方便就可以。哎，好好今天有没有跟你提起我？没有，当然没有，倒是有别的事儿想麻烦您老人家。客人啊，总是在提意见。出什么事了？还是老问题，第二男用卫生间的客人提出烟味好重。烟味？又是隔壁的烧炉子？是啊，我们都把窗户封死了，可是通风扇不能不打开。我们和隔壁的店都是连着的，他们一烧炉子，根本避免不了烟味往这边钻。我们和他们店里因为这个问题也交涉了很多次了，但是他们老板就是舍不得给员工休息室装个暖气，这才弄了个炉子了事儿。还真是麻烦。经理，出事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隔壁失火了，眼看就要烧到我们店了，你看怎么办？什么？火源呢？有没有人灭火？大不大？是隔壁烧着了，已经烧到这边来了。第二男用卫生间里全部都是烟，现在还没有在店里看到火星，但也是迟早的问题。你先别慌，一样一样来。首先 DJ 平和告诉大家，因为发生特殊状况，请客人不要慌乱，有秩序的退出店外。今天所有的费用算是店里的，记住千万不要说失火，语气一定要镇定，快去。喂，小，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？你赶紧打火警电话，顺便叫上救护车以防万一。隔壁失火估计已经开始波及到咱们了，我现在正准备疏散店中的客人，你快点赶过来。喂，小伟，该死的，怎么不听人把话说完呢？
各位来宾请注意，各位来宾请注意，本店现在发生特殊状况，需要临时检检，请大家带好身边的财物，有秩序的退出本店。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部由本店负担，请不要惊慌，跟着服务生的引导小心退出。各位来宾请注意，各位来宾请注意，带上贴身的。本店现在发生特殊状况，需要临时检检，请大家带好身边的财物，有秩序的退出本店。今天所有的消费全部由本店。说我很执着，冷与暖自知，一点点光芒就够我起飞，在茫茫人海，谁遇见了谁，让这世界反复成荒芜下对，只是我仍寂寞着，当黑夜交错，这灯火落了幕，记忆戴上假面具，谎言成就了编剧，是该颠沛就流离，还是依旧执迷？旧时光沉下深海，真相破落光年外。希望这场火让一切可能，好的、坏的，所有可能发生的，所有可能发生的将来都带走，都带走。我不知道，我也正在找他呢。你说什么？干，好好好好。楚阳，你有没有看见好好？没有，我也在找他。刚才问了好多人，都说没有看见他出来。你说什么？他还在里面？只是可能现在还不能确定。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确定？等他烧成灰吗？我的，小，你疯了！快抓住他！我抓不住啊。好好，你好好，危险，离开那儿！不，好好，幸好你没事。你说什么？阿豪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你是在跟我说话？哦，你终于肯跟我说话了。我还以为要再等三五年呢。
放开我！啊啊啊！对不起，看我都在做什么呢？哎，不用担心，我马上带你一起出去。先让我看看水管里的水还能不能放出来。你站在这等我，千万不要去开那扇门，知道吗？一打开，我会因为空气突然流动的原因一下子冲出来。我可不想你变成烤全猪。为什么？什么？阿浩，你跟我说了什么吗？回去。回到哪里去？如果是回家，等下我们两个人将会一起回家。不，你一个人。阿豪，阿豪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快走。好好，不，好好，你给我站住，不许再动。你别过来。好好好，我不过去，你也别动，就站在那儿，听话。我不过去，真的。告诉我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为什么不想和我一起回家？是不是谁说你什么了？还是你讨厌我？讨厌的，恨不得再也不想看见我。摇头是什么意思？是不讨厌我的意思吗？啊，好，你既然不讨厌我，为什么不愿意和我一起回家？是我对你不够好吗？我发誓，以后会对你更好。我会把你放到心尖子上，我会。不，不，不要。对俺好，好好听话，跟我一起走，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好好好，你不走是不是？我也不走，你想死我就陪你一起死。奶奶的，你就这么想去找你那个哥哥吗？他都已经死了10年了，他在你心中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不是哥哥。我承认以前我是对你不好，可是那时候我不了解你啊。如果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，如果我知道我赵小伟也会爱一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话，我哪会那样待你。我很后悔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你的。等我知道的时候，已经是你恨得想杀我，杀不了我，甚至恨到想杀自己的程度。我从来没有这样喜欢过一个人。天知道你生病把我当成你哥的那段日子，我过得有多开心。我甚至巴不得你永远都是那样。我爱你，我知道你不相信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们将会有非常漫长的一段时间来重新了解彼此，重新建立起信任。好，黄泉之道，你我共行。不，不要说爱我，不要。好好，你说你爱我，你凭什么说爱我？难道就因为你爱上俺了，俺就能爱上你吗？俺就能像个女人一样张开大腿满足你吗？俺就能一辈子乖乖待在你身边，任你盼弄玩耍吗？俺不要你的可怜。俺知道你是因为可怜俺会对俺好的，就不你原来那么讨厌俺，后来
卡尔实在凄惨，才把俺留在家里的，对不对？你问我为什么要对俺好，俺不明白。俺是个杀人犯，是个神经病，是个爹不疼娘不爱的混账儿子，你怎么可能会爱上俺？你那天爱的对不对？你看到俺像个傻瓜，被你耍得团团转，是不是很开心？阿豪，别再说了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没有骗你。我喜欢你的好，喜欢你的善良，喜欢你的单纯，喜欢你的一切。你喜欢俺的好，俺的善良。你知不知道，俺曾经恨得乡下全村的人。你知不知道，俺也曾经嫉妒自己的哥哥。你知不知道，俺不想做个好人。做好人有什么好？大家都欺负俺，有什么都会推给俺。为什么？因为俺叫好好，是个好人。俺爸妈说的对，俺其实并不是个好人，俺是天下最坏的坏蛋。亲手杀了自己的哥哥，为了钱被男人睡觉，被生生的糟蹋，还在感激，还在他对自己的温柔，但他蠢。身为男人，觉得男人身子底下感到欢愉的人会单纯。你看，俺也会流泪，像俺这样的人也会流泪。你知道这叫做什么眼泪？俺妈说，俺这是鳄鱼的眼泪，不管俺怎么哭，都没人同情俺。不管俺流多少眼泪，他们也没有放过俺。俺不喜欢吃辣椒，好辣，太辣了。俺受不了，俺哭着求他们，可是没有人理睬。妈拿开水烫俺，说帮俺煮晦气。俺哭着求他，哭得嗓子都哑了。现在俺哭给你看，求求你可怜俺，让俺一个人留下吧，求求俺，俺快要疯了，快要好好。
边还有人，两名幸存者发现，一名严重烧伤，一名轻伤，两人都还活着。重复，紧急呼叫救护人员，紧急呼叫救护人员，发现两名伤患，一重伤，一轻伤。重复，发现。我在这儿呢，哪儿也没有去。痛，痛吗？对不起。别哭，你哭我心疼。看见你哭，就想帮你抹眼泪。可是又动不了手，好难过呀。痛吗？痛死我了，老子长这么大还没受过这么大罪呢。不痛，你一摸就一点也不痛了。傻瓜。傻瓜，哼，就好像老婆叫老公一样。傻瓜，以后有什么事情都跟我说，知道吗？不管你想说什么，我都会认真考虑。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全都告诉我，我不会逼着你让你做你不喜欢的事情，除了做爱以外。所以不要再想着离开我了，我是一个愿意为你付出生命的傻瓜呀。对不起。傻瓜。说我很知足，冷与暖自知，点点光芒就够我起飞，在茫茫人海是遇见了谁，让这世界反复成荒芜沙丘，只是我仍寂寞着。当黑夜交错着，灯火落了幕，想假面具，谎言成就了骗局，是该颠沛着流离，还是依旧痴迷？旧时光沉下深海，真相剥落光年外，见笑天花乱坠，好过对你依赖。世界安静了，你还在吗？世界安静了，请让我走吧。那时候是谁哭了？当模糊的回忆拆穿我自己，虚假做伏笔，委屈也变得无力，是该勇敢的说停，还是假装平静？旧时光沉默掩埋，换回一个人洒脱，手足无措，最黑暗的岁月该如何发出光？请你离开我，谁哭了，谁疼了，谁爱了，该怎么原谅，该怎么期待？
伤害，真相剥落光年外，天花乱坠也好过对你依赖，太多虚假做伏笔，委屈也变得无力，是该勇敢的说停，还是假装平静，旧时光沉默掩埋。算我求你了，不要再去想一些傻事儿，好不好？就算你不为你自己，也为我这个傻瓜想想好吗？我知道以前是我不好，你救了我，我还嫌你偷我的钱包。可是你怎么不解释呢？我哪里知道是个小痞子趁我昏迷的时候摸走的？是我误会了你，对你那么凶的。那时候你还不理我，嫌我嘴巴坏是不是？那是小时候打不过人家，只好用骂的嘛。结果改不回来了。嗯，我是这么这么这么的爱你，没有了你我根本活不下去，如果你不在了我肯定也会去找你的，无论是上碧落还是下黄泉。我是个很自私的人，我为你死了一次，你的人自然也要属于我一半。记住，你的身子已经不再是属于你一个人，你的生命也将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我也有份，而我的生命和一切你可以任意支配。坤，你好好，是我赵小伟此生认定的人，我不是什么好人。如果你不要我，如果你爱上其他人，我不但不会放过你所爱上的人，也会报复你。我会吃你的肉，喝你的血，吸你的骨髓，咀嚼你的心脏，让你彻彻底底的和我化为一体，然后我会纠缠你的灵魂千年万年亿万年。长啊，好，相信我的爱吧，给自己也给我一个机会好吗？我觉得你对我并不是完全无动于衷，对不对？你还是有一点喜欢我的吧。好，喜欢我吧，那就喜欢上我嘛，求你了。我虽然表面很坚强，可是我内心很脆弱呀。我知道你嫌我现在长得丑了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嫌我。好，抱抱我。嗯。喜欢我？喜欢我吗？睡觉。说你喜欢。乖，说了就让你睡。闭嘴！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说句喜欢又不会掉肉。浩浩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拿枕头要上哪儿去？我不说了，不说了还不行？死也不跟你分床睡。你真的不说了？我保证。再做一次。放手！好好好好，阿好。